出发吧，一直没有导览，先找开始游戏。输入 R3 之后，进入这个起司贝尔，四个插画拼凑出文字。好，我们完成了第一关了，现在继续往后走，输入 B1 鱼子支付，但是答案都在上面，好吧？ G4 缓缓点起看板上的白纸，由上往下照，缓慢疗愈。开到了这个 B3 站，人气漫画《原子少年》，跟我来，在后面这边。它每一个符号代表的是一个星球的名字，上面的数字对应第几个数字，就是它的答案。